再说一遍吧。
大哥。住口你！就是你教我吗？大家好，我认输。我想为光阴讨价去。前来报道。为了联盟和我的家人，愿圣光使你平静。我们召唤。
平静。这样算生死一大概了。我们要痛打你。这样算生死一大概了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前来报道。动手术啦！我要好好给你教育。